李书记，你要真想帮我们村脱贫，就得先把垃圾污染治理了。地下垃圾加工的小作坊，一律关停。那条河里有个管子，我怀疑就是排污口。继续观察，搜集证据。咱们村这个垃圾加工厂，差不多都让他给查个遍，让他查呗，反正也查不到咱们这儿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都查不出来他们在继续做废旧塑料加工？ 他们都在晚上偷偷的干。那你干嘛不早说呀？我想让你们自个儿说出来。那我们之间总得有一种信任吧。我人可以走，但是我的良心，我不能走。为了孩子们，我也不允许你胡来。